扒不过去啊，他就跑过来了。鸡蛋怎么这么白？对呀、啊，美国反正都是无污染的，我们不用担心加了什么色素之类。蛋炒饭英文怎么说？不会说。那个，不可乱想。你喜欢吃蛋糕吗？意大利蛋糕我觉得好棒。没点。是吗？有的。有的，我吃了好几点，就是不要打算再点酱，不然就是再没法吃了，这个没了。我还没吃过。OK OK。主菜是牛排，对啊，为什么？哦，他说这里炒的是 fried rice， 这个意思。啊，也比较炒饭。也炒但是我们不是应该吃牛排吗？对啊，我靠，哈哈哈哈，我博成吃的很开心。你吃得饱了？对，你吃得饱了。
后悔的。Alright, ready.